它这个海湾叫做暹罗湾，暹罗它最早它的名字，我叫名字叫暹罗。哇，超大的！我们到饭店喽，大概我们会来住三天，很大嘞。对啊，就是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每天晚上需要什么？你懂的，好不好？要先偷偷溜出去，因为我们等一下5:45要起，趁现在，趁现在赶快出来逗留一下，逗一下这个风景。对，你看小朋友很可爱，那个小囡仔。我小时候自由，我是非常爱游泳的，我也是。然后那时候我会自由式，然后还有那个蛙式，还有那个仰式。我就强嘞，是哦。他、啊、后来去游泳啊，因为你小时候的身体跟长大不一样，你看那不一样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不好？他刚刚跟我们招手了。我们两个应该也算帅的，在这我觉得在泰国是帅的。站帅，站帅，高了，自己在那边讲。那个网友在这边、你知道在讲什么吗？你到底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？说谎不打草稿。我们现在温度大概就是像夏天的七月的，就是已经太阳下山的温度。对对，你说热吗？就舒舒服服，但是你还是会黏黏。这里也会黏黏，对，很黏，非常黏。刚被人家说安尼亚 CEO， 我们两个看起来比较像韩国人，给大家看今天虎哥的装扮。来说肚子，好，这样好。哎，我特别吃少一点，就没有吃饱。啊、哦，我也是，我今天也是来的。然后今天拍影片比较好看。是吗？你自己看啊，都起来。哦，好。你看哦，你看这样子穿衣服就很好看。是。鞋子，我想要那种鞋。可以啊，你看我再减2000。好。他也大概才减。好，看一下哦，多看看哦。你当初没钱要脱鞋？没有，我想要来这边穿当地的鞋。穿鞋塞。对啊。他请来干啥？这个真的要套套看才知道。不够有个性。我袂晓点菜啊！我来泰国，我袂晓点菜。我嘛袂晓。This one， 就安尼尔。This one。How much? This one。来，好，这个你去跟他拍照快点。来，1、2、3。来说个肚子啊，好，很棒哦。看哟，这有点看哟。OK， 我们到了我们的晚上，第一天晚上的。吃饭的地方好不好 ？OK， 来吧。加饭喽，吃饭喽。哎，很臭哦，很高级哦。哦，这要剥开。哦。那里，你好，你好。